教育部在11月3号及4号持续召开课审大会，接力完成技术型高中土木与建筑群科、电机与电子群科以及商业与管理群科的第二轮审查，其中有关原住民族相关权益内容。课审委员陈章培伦提到，有鉴于原住民族工作权常常在实务界被忽略，因此委员们共同决议通过，要在商管群科的第一门共同科目《商业概要》中的人力资源管理主题里，明确纳入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，让学生能对劳动权益有多元认识，也透过高中职的先教育向上影响到大学科系，进而促进实务界的族群平等。我觉得这样子还是不太足够啦，毕竟那个只是高职阶段，其实我们蛮鼓励哈，到了这个大学阶段的一些商管相关的一些学习哦，教到类似一些人力资源管理或者是劳动法规的时候哈，那么也不要习惯性的忽略了，其实我们国家有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。而在商管群的商业法律主题中，如果谈到智慧财产权内容时，也要在新课纲里明确写进原住民族传统智慧创作保护条例，同时也确立自从2007年原创条例立法通过之后，我国智财权体系已从3法迈向4法体系。而站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也表示，有及早认识的必要。就像是像我们知道那个原住民他们在那种一些文案的设计啦，还有他们的文化，比如说服装有没有一些图腾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嘛。那如果说你随便给他写起，事实上就是不合理啊。现在是讲说大家平等嘛，应该就是说对这种工作权的保障是应该的啦。另外，在土木与建筑群科中的设计的流程与方法也有一项突破。3号课审大会决议通过，该实务科目要引导学生主动认知到土木专业对不同族群文化的影响，帮助学生打破工程思维，贴近不同族群的实际需求。原视新闻，徐彩麦、徐家荣台北市采访报道。